科研是我的事业，只要我不放弃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如果袁计划希望我继续，那么这将是我最后一个次任务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我要给我的病人们带去希望。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邱佳音了？左小山，你配不上我女儿。我觉得我们作为好朋友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说的。只要你交出袁计划，我保证你和邱佳宁衣食无忧。袁计划对于 TKS 的价值只有500万美金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邱老师，您辞职吧。你还想利用时间差来修缮你的数据？你以为只有你关心病人吗？没有做过的事情，难道让他们污蔑我吗？